太经验承认对嘴，变脸批评也坦然接受。姐姐谢金燕跨年连赶两场，她12月30号从桃园开场后又直奔高雄压轴演出。姐姐每次跨年造型都让人耳目一新，让观众惊艳。网友除了聚焦她的脸部进化外，也有人质疑唱新歌 turn 口罩时戴口罩对嘴，批评她一年主要赚这笔还对嘴。对此，姐姐霸气在脸书回应：戴口罩唱歌不用猜，当然是对嘴。让粉丝留言：姐姐好霸气啊，就算对嘴也很赞。经纪人球球则表示，姐姐每次演出都尽全力，展现最大诚意。脸书已公开坦诚新歌戴口罩对嘴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也说脸书是姐姐亲回的，没错。前阵子就是都会有一些，比如说有些人会说你的外表会改变，或是针对这部分。最近网友也频频关心姐姐的脸部进化，球球回应姐姐一路以来坦然接受各方意见，不会因为网友的留言生气动怒。娱乐动新闻，新年快乐。报道。